是谁告诉我，那传说搅动了世界漩涡，迷雾模糊你的轮廓，记忆侵扰我，提醒我如何放下这承诺，去告诉我沉默人魂魄，反复着我谁不是懦弱，没有抉择命运谁把握，无法承诺闪躲迷惑，不幸已难惹这块你留着吧，不要。鸡蛋框。喂，月儿。哎，倪坤，我探了我妈的口信了。那个黑我云端备份的人根本就不是我妈。啊，不是你妈啊，那会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上回我们去板木镇的旅馆里，那地图是你偷的，但是那个狗血字不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不是我弄的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肯定不是我干的。哎，你说当初那个写狗血字的人和这次黑你云端的人会不会是一伙的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到底谁在搞鬼啊？不想让我们去那儿。哎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，我们一定要再去一次。不过这一次呀，又从彭森那儿下手。不是，干嘛非得从彭森那儿下手啊？有很多途径可以筹到钱的嘛，对不对？再说，你就看他那人，就他那样，怎么可能给咱们筹钱呢？哎呦，你傻呀，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。只有彭森那儿才能有让我们顺利进入尔眼洞窟的装备，而且以他的身手和头脑，绝对是第一人选。什么第一人选？他那么忘恩负义，怎么可能给咱们筹钱呢？哎呀，你就赶紧探探他口信嘛，我就不信他见死不救。干嘛非得让我去？你怎么去啊？我怎么去啊？到处都是我们家保镖。哎，你去不去？哎，行行行行行。我上辈子欠你的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姑奶奶，彭老板，彭老板，哎，彭老板，哎，彭老板，大事不好了！胡月他疯了，他见你不给他结那尾款，他要去卖血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吧，哈！尾款的钱我真的没有了，如果你们能等的话，就等我再赚到钱资助你；如果等不了，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。不是，彭老板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卖血只是第一步，实在是要卖不上好价钱的话，他还有可能去卖肾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彭老板，我求求你来不行吗？你就看在这个胡月失踪多年的父亲的份上，你就帮帮他吧，啊！哦，还有，这个胡月查到了，电脑里给他加密的人并不是他妈妈干的，所以他怀疑上次在厕所里写狗血字的人和这个人是同一个人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问题就更严重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那也不关我的事，不是自己想办法。这怎么叫不关你的事儿呢？啊！哎，我发誓，我师哥是真的没有钱再帮你们了，更没有时间再帮你们，所以你们不要再打他的主意了。有对也走对，走。彭老板，你听我说，走。不是彭老板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彭老板，走。彭老板。
烦死了！彭老板，你彭老板，神经！喂，月月。哎，那怎么样了呀？还是老样子，咱们就从他那儿死心吧，行吗？不行，一定要把尾款要回来。我跟你讲啊，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最近镇上的游客已经慢慢散了，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，您放心。嗯，绝对不能让几天前的事情再度发生。明白。队长，发现有人闯入百慕坡。什么人？正在调查。加派人手，必须盯紧了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接近而眼动。明白。谁呀？队长，目标消失了。和上次一样，对方应该启动了反侦察手段。马上派人去耳眼洞窟，仔细的搜查。是。别再想了，都过去了。小东，是。队长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守队，是。林局长，我刚刚又发现有人在耳眼洞前消失了，我怀疑应该是有我们自己人偷偷潜入了百慕坡。不可能吧？如果没有双鱼玉石，任何人都无法进入耳眼洞的。可我有个疑虑，双鱼玉石会不会已经被人调换了？我希望你能查一下。不可能，双鱼玉石一直都是以最高级别严密保护，怎么可能被偷呢？看来百慕坡的沙漠防御系统应该升级了。他们这些人的反侦察能力特别强，而且……好了，你别再胡思乱想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派人把胡天明的笔记拿回来，以绝后患。明白。我现在就去派人办。你们给我听着，我们的行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是。彭老板，不是你们有完没完？你们还不好意思，借我一下。喂，这人很没有礼貌，谁进来的？喂，这人怎么这样？彭老板，彭老板，
是他为了筹钱，才一天打工三份。哎，我知道你现在确实没钱帮他，但这确实是他最大的心病啊！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自己累垮自己啊！总之一句话，你要是真把他当朋友的话，你就跟我一块儿去阻止他。哎，是朋友是损友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一个个净整些幺蛾子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又搞的什么戏？哎，不，你们到底有完没完？哎，你不明白了。你告诉我，我会把房子卖掉。啊，哦。却有着不真实的魅力，怎么这场剧像演戏？谁代替你呼吸？我站在等待里，拼命放弃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反复练习生疏的默契。看着你离去，来不及假装回忆里没勇气，这心跳熟悉的频率能否给我回应？音乐声在响起，最近呢，终于生物学家获准，成功完成了第一例人头移植手术，这也是人类外科手术史上的一个奇迹。这次手术的成功呢，也标志着人类外科手术将会进入一个新时代，而同时人类的寿命也会为此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胡准教授和他的女儿胡文熙，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有的酸甜苦辣。怎么回事？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妈，其实没什么大事儿，我也就是给那个慈善机构做募捐的工作，然后一个不小心从台上摔下来了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你看你，你这帮人是好事，但是你应该注意安全呀。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，妈直接捐款就好了，免得你还要折腾自己。你这要出什么事儿，让我怎么办？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有分寸的。而且我真的是想做点好事的，就想让大家多关注慈善机构，多多捐款，帮助那些孤儿。行了行了，以后不许这样子了。以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妈说，好事儿妈一定会支持你的啊。你看你这莽撞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是随了谁。一会儿我给你煲骨头汤，好好补一补啊。嗯，谢谢妈，我先上去洗个澡，换个衣服，我身上全是那个医院的味道。嗯，去吧。有发现，你看，我想了一下，以隐形人的手段和身手，想杀人灭口不是难事。但他们失手之后就化成了水，说明不想留下任何线索和把柄，是一次隐秘的行动。既然不想杀人灭口，我母被推下楼应该是个意外。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呀？他们为什么会有隐形衣啊？而且能瞬间把一个人凭空化成一滩水，他们肯定是拥有特别厉害的高科技，而且这个高科技比我们要厉害很多很多。天哪，他们不会是外星人潜伏到我们世界的吧？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。我们的这些对手是一群懂高科技的人，这个阴谋的背后应该是一群拥有超高科技的组织。
那他们为什么绑架琪姐呀？为什么不让我们去耳眼洞呀？又为什么出现一个跟琪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难道是仿真人面具，或者是克隆人？现在还都不能确定，但都有可能。所以林奇被抓之后，应该处在危险之中。啊，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阿姨怎么样了？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我这刚离开出现这么大的事儿。月月，你别吓我啊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，会不会是白木坡那帮人干的？啊，请问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。病人已经度过了危险期，但是可能需要一段长的时间才能苏醒过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留下来照顾伯母吧，白木镇的事交给我。不行，我也要去。既然他们拿走的是我爸爸的笔记本，说明他们不想让我们再去耳眼洞窟了。我更要去那边查清楚，就算没有地图，我也要去。好，我陪你去，跟他们拼了。可是我们上次去百慕镇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，而且那个地方那么危险，万一……那好吧，师哥，你不管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，那带上我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我想既然命运选择了我们，我们就要跟命运抗争到底。抗争到底，抗争到底，我跟他们拼了。我自己去没有问题，毕竟我孤家寡人一个，你还有母亲需要照顾，而且这次去肯定比上次更危险。虽然我一直说还要再去，但是我内心还是很心虚，很害怕的。虽然之前我们都可以幸运的全身而退，但我不知道我这份幸运到底还能撑多久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不会再去二叶洞谷了。但你说的对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我妈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更要去。只要你想清楚就好。虽然我知道你过去是为了什么，但我还要谢谢你。人生峰回路转，只要还活着，一切都会有转机的可能。哎，我明天会去买些日用品，